莲池大师这五句话都是形容自信的，灵敏洞彻啊，这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本具的圆满德能，确实灵敏洞彻。啊，灵是形容它的活跃，啊，明是它的观察，这一个字代表了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还有识，意识。啊，对于宇宙万法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虽然不具足六根的相，六根起作用啊，湛极长恒，照见他自体不动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20个字跟这个意思相同。啊，能大师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这个清净就是湛极长恒，长恒不动。湛极是清净的，灵敏洞彻是照见的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的，无悲无相，非亲非浊非亲，这就是这个里面没有对立的，啊，两边不立。中道不存，清浊是两边，相悖是两边，他没有，他没有时间，他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。啊，在哪里呢？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佛在楞严上说的。下面是赞叹，大哉真体。体是宇宙的本体，宇宙依它而现。万物依他而现的，我们的身体是依他而现的，没有一法不是依他而现的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。啊，不可得而思议，就是你没法子去想，想不到的，也说不出。啊，思想第六意识想不到，言语说不得，所谓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，动念是想，一动念头就想错了，一开口就说错了，这叫不可思议啊！不可思议就不能想，不可意就是不能说，
它真的在哪里？就在现前。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它是真的，你能够想象的，你能够言说的，全是假的。啊，真的不可思议，句句是实话了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自信，啊，大在真体。其为自信，故知真实之己，即当人之自信也。谁自信？就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啊，我们自己的自信，跟释迦的自信，跟弥陀的自信，跟一切诸佛的自信，同一个自信，跟一切众生的自信，跟树木花草的自信，跟山河大地的自信也是同一个自信。啊，跟鬼神的自信，乃至于跟无间地狱的自信，还是同一个自信。没有第二个。这是真实之己，这是真理呀。